刚才我以为这个不是，又铲了一把呢，真像呢。看这个口，往这儿，这地方差不多。这个好吧，这地方没有水，沙就硬，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跑不了了。冒水了，应该拉住它，直接呢从这个中间给它腰斩了，直接拖出来。哎呦，鼻子怎么还跑了？这家伙你不厉害，我在地上一放它就开始摸沙了。你也太牛了你！哎，大夫，看这个怎么样？就用它这个头往上放。这个袋子了，兄弟们看这像个啥，这里有个出气筒。哇塞，我的个娘嘞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天哪，一点包没起啊，这个就能出这么大的猫眼螺。刚才就这地方平平的就露了一个小眼，一开始我真以为是成王，再给你盖上了。这个八爪鱼过去，它爬行的轨迹实在太长，整整转了一个圈，出来吧。嘿，走，给你洗一下。这应该是那个海鸥的海胆啄上来的，要不然它不可能在这里面落下。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，看到没？它还跑了，这边鱼，它还跑了，这家伙，你这一点都不客气了，连这线都不行。行，带回去。行，这海风好，麻麻赖赖的，还拖累一点，一看就是营养不良。应该是吃的吧，不是吃的吧，不要了。都是四条腿的黑。